希望你想过吗？你今天拍的这个是水手怕水，这是黄俊郎呢之前写牛仔很忙这个作词人黄俊郎写的歌词。这么大的场景要好好利用一下，不然太浪费了。现在只有拍一天而已哦，我们等一下就要换场景了。那这一次的 MV 其实这个蛮喜感的，这一支水手怕水其实就是走了比较幽默的这个路线。这些海鲜不吃可吃，这不可吃，不吃可吃，这不可吃，这个不吃不吃，不吃可吃，不吃肚子跟我学一遍来。这些海鲜不吃可吃，这不可吃，不吃可吃，这不可吃，这个不吃不吃，不吃可吃，不吃肚子跟我学一遍来。我就喊一整天，买一些呆毛针，去水族馆把鱼统统拿走。只有一种鱼，老不走心，大名叫白鲨。村长说，为了见到金蛋，金蛋有说话，有过就是假扮，其实他演的。啊，村长，就大白鲨直接了。哎，来，正常结束啊。哪个？然后他给我一点。我会给你一二三四，起来，好不好？三七，好，游过来。我去海产店买一些呆毛针，去水族馆把鱼统统拿走。只有一种鱼，老不走心，大名叫白鲨。村长说，为了见到金蛋，金蛋有说话，有过就是假扮，其实他演的。我们放飞，等着美人鱼上钩。Shit.
可以就这样。好，可以开始啊！来，一二三，来。好 ，OK， 那好棒，有棒。好，这个，那再稍微不要那么快，不要那么猛了，顺利一点。一二三，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拉。好，哎，走。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旗子，惊叹号，好，就是船不是都会什么号什么号吗？这艘船叫做惊叹号，这也是这个荣哥哦，杨俊荣先生的想到的。好，那我刚刚讲到了拍 MV 呢，这11支 MV 加起来，这个 MV 的预算应该真的会吓死很多同业的人。对，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刚刚说过了，应该给歌迷呈现最好的。水手